2月21日下午，在首尔少年洞举行了综艺节目《家常饭白老师》第三季的制作发布会，白中原、尹斗俊、梁旭亨、李奎汉等出席了该发布会。此次尹斗俊、梁旭亨、李奎汉将以新弟子身份加盟。原本就很有做菜实力的梁旭亨希望透过节目成为会料理的性感男人，而透过韩剧《一起吃饭吧》成为美食家的尹斗俊希望能够学会更多菜色，回家做菜给父母亲品尝。独居超过10年的料理白痴李奎汉誓言要在这个节目中突破自我。另外，节目《家常饭白老师》于2015年开播，在白老师的料理指导下，个性不同的弟子们学习家常饭制作，展现不断成长的面貌。在前2季节目中，白老师不仅公开了各种不同的菜谱，还公开了万能大酱、甜面酱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料理秘诀，令韩国掀起了一股家常饭热潮。白中原被问到在节目中最想要邀请到哪位女艺人时，白中原表示：여자출연자라고하는데제가여자연예인잘몰라가지고아는연예인중에제일친한사람이와이프라와이프는아니겠지라고한건데와이프랑방송하면좀그렇죠와이프는수준 높습니다음식생각해보세요5년동안배웠는데집밥백선생을매일집에서같이하고있는데엄청나요尹斗俊被问到 Beast 的独立后因商标权问题不能使用团队名字时，尹斗俊表示：이름에관한그런것들은드릴말씀이사실이렇게없어요제가알고있는사실도없고그리고오늘은또집밥백선생제작발표회인만큼또프로그램에폐가가는또얘기를하기또굉장히조심스러우니까그점또양해합니다尹斗俊曾表示在节目中学完厨艺后最想先让父母品尝，对此尹斗俊补充说道막내아들이에요뭐이제나이는올해29살이지만아직도또어머니의눈에는9살그런그어린아이처럼보일수도있기때문에그런아들이또집밥을항상차려서대접해서그거를이제어머니가드시면얼마나뿌듯하실까생각을해서사실이프로그램에출연을결심한계기가가장큰이유였고요한번도음식해서드려본적이없나요라면도요네제가해서먹은라면은네라면도안끓여서드렸던것같아요그래서좀되게라면도좋지만일단뭔가정말한상차림네그런걸빨리배워서해드리고싶습니다